今天抽车给网红送集装箱，到达目的地场地有点窄，虎司机直接一个挑头往里冲，搞快点搞快点，永远也不会忘记，卡住了进不去。有天哪有地，无奈还是倒出来，没有地哪有家，方向篓脱鹿皮往里倒吧，左边来点，右边来点瞎指挥。前面差点撞墙上，哎呦我的妈，倒倒倒，踩油门别踩刹车。假如你不曾保护我，终于试盘进去了。老铁们评价一下，板正不板正。